长腿正妹穿着短洋装，踏上滑板，架势十足，但下一秒遇到下坡。出大机啊！滑板速度加快，这么一个重心没抓稳，滑板喷飞出去。只见他双脚踩地，还是站不稳，跨了三大步，膝盖人着地，摩擦摩擦，脚掌一歪，整个人当场扑街，四脚朝天，裙底小裤裤也彻底走光。真的 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变这样？这名幽默将超球影片破网，自嘲人生第一次的滑板体验真的是 BBQ 了。网友笑翻，真的是用生命在表演，虽然很痛，但这姿势100分。节日上，女子身穿白色小可爱，露出超绅士腋线，大腿还夹着乐器。一旁阿贝侧眼狂瞄，头都快跟脖子分离，两眼发直，根本看傻眼。照片PO出后，网友笑翻，直呼阿贝眼睛很诚实呢。事后，这名正妹也被搜出是一名台艺大国乐系的学生，炎炎夏日清凉打扮，露出好身材，引发话题，千万别引起意外。记者陈世莲、张妹子采访报道。你买雾化器呢，会送你水神。那么家里面哈，8平以上的、5到6平的，或是小平数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。怎么买？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，记得哦，帮我输入 CTI 285，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。